弹性非常的好 ，S 号、M 号、L 号都可以穿，不太卡裆，因为它的那个空间感很多。这一款是做利落的长度，不是那种踩地的哦，所以小资的绝对可以。160的差不多像我这样刚刚好。它里面呢其实就是直条纹的冰凉螺纹，很细很细很细的螺纹，然后很冰很冰的螺纹。绿色，不要穿黑色内着就好，其他都可以。这个裤子就是这样简简单单，每个人都可以驾驭，又冰又凉，然后哪一种风格都可以。158公分长度依然 OK， 所以你不用担心它太长太短，每一个颜色的弹性大小都一样，而且呢它的料子就是这样子直接笔挺的滑下，非常非常的柔软，口袋有做，非常的瘦，屁股完全不会紧绷，它都是高弹的面料。